大家好，我是新的 GDV News 编辑玉轩。然后 GDV News 呢是一个开放基金会、开放文化基金会底下的那个媒体专案。我们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呢就是告诉大家全球的公民科技社群在做什么，然后英文呢就是告诉全球的听众全球的读者亚洲的公民科技社群在做什么。那我们非常需要大家建议说，我们台湾的 GDV News 因为在全球很有名，我们可以如何更好的连接全球各个公民科技社群。那我们有周报，然后跟我们最近从六月开始有天下专栏，在天下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元阳周讨论一个公民科技的话题。好，然后呢今天呢我要做个提案，但是跟工程没有相关，就是蒋庆文的讨论非常夯，包括有 Four Facts。 那之前那个 Mr. Wild 告诉我说有之前听他那个人权分享会分享了一个关于假新闻最新的分类，然后这是一个欧盟研究的报告，叫做 Information Disorder。 那这个就是说假新闻这个概念已经过时，我们应该用更好更深入的理解更详细的这个方式来理解假新闻这个议题。然后他这边有三个资讯图表，我想要说把它做成中文化，然后来让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假新闻。然后我这边有不负责任的翻译，就说比如说 parody 要讲干话， misleading content 叫歪理之类的。所以我希望可以有人来帮我做一下如何让把它中文化，然后更好让大家更好的理解。然后另外呢，我们之前办之前就在上礼拜的时候办过一个东南亚各国的工作坊，然后我们做出了在这个50几位东南亚各国来的参与者做出了这个，就是东南亚各国的这个新资讯状况。然后我也希望把它做成一个中文化资讯图表，可是上面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指标，比如说有没有那个这个极端团体啊，然后宗教啊，然后这个或是国家有没有审查机制，然后有些指标可以删掉，有些指标需要再验证一下，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国家有没有那个关于打击假新闻的立法，这个就需要查证。然后我希望有人来帮我做帮我一起来这个 brainstorm 这件事情。所以呢，我需要我需要编辑文案，二我需要那个图表设计师，然后欢迎大家来找我，谢谢。